那么值得提的一个是横死众生。横死众生在佛经中几部大经都提到横死啊，横死。横死是什么？就是非时而死，就是他不到死的时候的死的。空难，这个水灾、火灾这些灾难死的啊，撞车啊、车祸等等。现在横死的种类特别多啊，那么跳楼死的，古代是上吊死的啊，古代没有楼嘛，就上吊死啊。这种这个他们死后在49天之内不能够转世啊，不能够转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这个身上带着阳气啊，他没有把自己的阳气消耶尽。地府呢是阎王殿，它是在地底下的阴殿啊，阴殿。说是那么这个好像油锅，大家知道如果底上水会什么爆炸啊，那么你这个一个阳的带着阳气的人下到地府，地府会怎么样？就像油锅一样叉就炸裂，说是他不让这个有生气的人进去啊，那么这个他就不能够去受审，他就不能够转世。那么根据我们这个经典记载和师父们的传承，他是在阴阳间的一个啊空当里面生存，因为他不能入阴，也不能回到阳世间来啊，那么属于他在阴阳界这个中间的夹缝生存。那么在这里面又没有管理者，说是基本上是恶鬼当家，就是黑社会老大说了算，没有这个正义，没有这个警察，所以是他们在那个是恶鬼当家，他们很辛苦。另外呢，神识身这个中阴身，他每7天横死了，他要再死一次啊，他跟这个寿终正寝的这个啊众生7天一变中阴身不同啊，他这个是7天再死一次啊，再死一次。说他这个怨上加怨，就变成怨恨之鬼，说是这些在人间他就作祟啊。这个前两天我接到吉隆坡的一个学生打来电话啊，打来电话，这个他之前家里有东西我把他清宅镇宅了啊，这个最近又开始闹鬼了。为什么？这个空调刚才是他在按对吧才能打开，他家的空调不用人按，咚自己就开了啊，你一关上他咚又给你开了，这就是当场关上他咚自己就开了，去找那个电工来哪都没有问题。后来我说不对，你这家我已经清了，不可能再有东西进得来。我说你最近跑哪里去了？我最近没去哪里啊，我最近就去了一个地方去学习了，那个是个中医师，然后这个啊、只是教我们治病啊什么。我说怎么治病？他说不是道场，因为他知道我是告诉邪灵道场都不要去啊，他说不是道场，就是一个中医师，又是个大学教授。我说怎么怎么样？我说不对，你再说。他说他们搞家族排列的，然后你这个家族排列是悟灵道主的一个东西，你们不要去乱搞啊！很多人喜欢去啊，很准呐、啊。家族排列就是一会儿你当爸爸，那个当你母亲，那个当儿子，那个哎，一家人在一块儿搞那个调动前世的东西。那大部分是阴灵主场，很准。说你家里的事儿怎么样，弄得你哭闹的，这是阴灵主场啊。那么，并且那个人还有点藏传，在西藏还学了点东西，又搞香供啊。结果他就把那些东西跑弄到他家里去了啊，就搞烟供。我说你胆子大得很，我都不敢搞烟供，你还搞烟供。你烟供你如果不解戒，你不那个，你这个那些动物灵他很多是恶鬼啊，或者是人鬼，死了以后横死的众生他是恶鬼。说你请他来，好心请他来，他赖着在你家不走，你会怎么样啊？对不对？你是好心请他来受点香，他赖着不走，今天来一个不走，明天来一个不走啊！那特别那些刚刚横死的众生，他被车撞死，被什么，哎，他带着魄来的啊，他不单他的那个地魄神识，还带着自己的七魄，因为七魄要49天才散，
这个他就遥控的动你家里所有的电器啊，弄得你的东西嘎嘎响啊，因为他这个不舒服，他就弄得你这种，我调过好几例，所以大家要知道，要知道，那么这些是真的，横死众生他很辛苦，他求高人帮他。我们这个所谓的超度，度什么？主要是度这个，度这个道的众生啊。怎么去度他？有两种方法，一种是增阳送往生，一种是泄阳消阳送阴府，就是去送到地藏殿，送到这个阎王殿去审判，按照下一世的生命轨迹去完成。如果没有人帮他们，他们什么时间才可以投胎呢？要把阳气消干了，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啊，有的是几百年，有的是要几千年都难以消啊。古代的厉鬼啊，我们也处理过啊，那都有上千年的啊，上千年的。所以不是说多长时间他就，因为他有口怨气，越来越怨恨，越来越怨恨，这口气不消，他永远不能接受超度的啊。所以是增阳送入法，这个家人给他做功德，然后可以送他去转世啊，增阳直接去到三善道或者到这个净土世界，他过去有求净土的愿，要他有这个愿就可以送入啊。那这个家人要给他做功德。另外的超度是超度我们的亲人，堕三恶道。刚才说死后，这个如果活着你不认可有三世，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，你活着你不相信因果，活着你不知道有六道众生生，这个死了以后你就没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去人天转世，这是指的人天乘佛教。你没有这个，就好像你从我的教室出去，你回家还是去商场还是去哪，你漫无目的，你东一头西一头，那你就很容易根据过去世的这个叫异数因果，大部分恶业先成熟，就去三恶道了。说是要劝家人有这个认知，三世的认知，有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，有六道，你死了未必是人啊，是不是？那么有因果，所以说我们要成熟人的这个因果，下一世做因人，下一世做天，享天人福报，那么我们必须什么？做十善业道，不杀盗淫妄酒，不坑蒙拐骗偷，这是基本你生这个十善业道，你生天生人的一个基本的做法。那这个就是活着的时候一个兴趣，兴趣就是去做人，兴趣就是做天，是不是？你做天人做人有这个兴趣你才会去，不是吗？你有这个兴趣听老师的课不才来了吗？那些没有兴趣的人他不会听我的课啊，是你只是有这个兴趣，所以他叫人天善趣，趣就是趋向这个地方。说我们什么时间开始帮家人？家人都还活着的时候要开始帮他们了啊，经常跟他放放老师讲的这个这些道理，经常熏染他们，让他慢慢慢慢他就信了，信了他就是走在人间正道上面。释迦牟尼说八正道是人间正道的基础，如果你连三世因果不信，连六道轮回不信，你这个不是人间正道。你不要以为你是在人间走正道，那个叫人间邪道，盲无目的，将来死后基本上是去三恶道了。欢迎点赞留言分享，弘扬正法，广结善缘，功德无量。